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哎，不是我要开场。对呀、啊，重录。算了，各位是琪琪。耶、，Hello。我们等今天要去台北市的《哈利波特》装置艺术第2、3。耶、yeah, ，哎，我们好了。这里就是怪兽与他们产地的场景，这边就是法国魔法屋的入口，在电影里面有出现。小薇说就有脚皮屑掉下来，又让人剧点。他说魔杖预备好，我们有预备好。怪兽与他们产地的地方，纽特大酒窝，没错。他可能会被告，这是雅克，没错。叮叮叮，好酷哦！我们要前进下一站。这边有一个魔法泡泡的拍照的地方，但是今天没有开放。这是其实我们这些休闲日的人，去死吧！可是反正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，被禁止下架。真的蛮用心的，他那个灯。就是电影里面的感觉。你们去看，你要跟人家去看。对你们是未婚夫了吧？是老公，他是老公，还在跟男朋友。吴奇奇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虽然你找到我，但是我不会让你抓住我。直接拍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被推倒，不是被吓到。你在看呢、啊？好害羞。什么东西？大家在看我的影片啊。那欢迎 Lucy。Yeah. 其实我第一天拍 GoPro 的时候就有拍他，只是我那天都在废话，就没有剪进去。就下15公尺那种有看到，对，要停车。你先进来，快快接下来，谢谢。重接。你在拍我吗？我刚吓死我了，找到了。你刚刚在那边打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边站超级久。来，陆晨曦。看我那么温柔，对，你就是在拍，然后赶快给白一下。红灯就是在拍吗？你看他像老人哦，红灯就是在拍。你去看店员喊说继续往上走。我先拿走。我还真的有饭还没吃完。你真的出门要小心，因为你刚回来到现在没有发现你的包包不见，我也是蛮意外的。对啊。他打好大力，你有听到包包是不是？你有听到那个大腿啪的一声吗？好痛！我的包包刚刚还好，我都不见了啊。对啊，想说你不是有带一个包包来的不见？对，是有人吗？不会玩。也是，终于参加了。哇，团圆，对不起。他有要道歉的意思吗？你要不要直接面跳舞好了？我不要。对不起，变一个10秒钟的舞就好了。你刚刚，你刚 on the stage。对啊，我不要，还是宝宝跳的。他用跳的。要跳舞，你没有舞，你没有 dance。好愉悦，愉悦死了。好了，那我就这样，拜拜。没有。